Lundi, mardi, mercredi, jeudi, vendredi, samedi, dimanche. 欢迎使用我们的快递服务。我们运送各种长宽高加起来不超过160公分哦，但是爆炸物、易燃气体不够坚固，不堪震荡，容易破损，一律禁止收付。我们出发喽！夏明轩，振作起来！我的每个愿望都是爆裂物，易燃气体高挥发性，不够坚固，不堪震荡，容易破损，体积重量都超过本公司车辆所能承载。你怎么那么久没打来啊？忘记我了对不对？骗人！我现在穿什么？那你要不要猜猜看？小姐，快递。等我一下哦。你说，人如果没有灵魂，就只是一团肉，要做成什么都可以。哎，你猜我今天看到灵魂还是一团肉？一个行动不便老阿嬷，她宅配的东西都没有人帮她吗？还有那个女的，手机讲不停，这些人还有灵魂吗？你说。知识分子要有人类的关切心为其推动力，没有一个价值比自由更重要。我们多的是那时你没有的自由选择，但天知道我究竟可以选择什么，选择要大麦克还是麦克鸡块。安心专线您好，请问今天有想要谈什么吗？我进入名舌了，我操，这个莫名其妙贫富不均不公不义的鬼岛，大埔阿嬷脏尿房死不瞑目，整个台湾就是一个接尿管接痰管接食管的加护病房。先生，你先不要想不开。病了，昏迷指数100%是零，到底病够了没？我不同意，其实是同意。干，中了，打了止血通，你是第一个同意我的，所以我现在在我家楼顶跳下去一了百了，你同意吗？先生，可以先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吗？喂，先生，你可以先告诉我你在哪里吗？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今天有要谈什么吗？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后面还有人等着打来哦。Bonne nuit. 陈武伯伯，妈妈要开刀住院了。Demain. 医生说那脑瘤肿得跟苹果一样大， Lundi. 好可怕哦。Mardi. 如果不赶快住院的话， Mercredi. 妈妈就要。Vendredi. Samedi. Dimanche. Janvier. Février. Mars.Avril, mai, juin, juillet, août, septembre, octobre. 只要再撑一下就好了。Novembre. 喂，你好，请问今天想谈什么呢？对不起，我打错了。喂，小姐。
100万金元邮票。1947年11月28日，亲爱的洛，我把这心爱的笔灌满墨水。1949年，真的，4月5日，我应当停止对你说话，因为你已倦了。就是写信给你，我看见你打了一个呵欠，不用它来写旁的东西。好，您去睡吧。信是你寄给我的。1947年来的人都没人捐了。如果是的话，我可以请你跟我一起回到那个时候吗？那我看要去多久啊？哎，你可以念信给我听吗？念信。1968年8月18，在这样一个迷茫、纷乱而又失落的时代。1950年，心灵的相通真是稀有。6月3日，战后的世界是你来的周年纪念日。回想那一天，但是人心的距离，我到船夫街里的情况。1949年4月5号，在那几个月，真的，我应当停止对你说话，提心吊胆，因为你倦了。我看见你打了一个呵欠，好，你去睡吧。那我为你背上这个背包，然后我再离开你。嘿嘿。这是帅哥叔叔，千俊杰的手好吗？我们不撒泼嘞不？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卡卡。Moi je m'appelle Kaka. Et vous？ 宝贝，这是绝症啊！我一直想要上网，没想到，好吧，好吧。不要啦，只有阿妈才买的那花。哎，你会发文？嗯。哎，你都带卡卡当电灯泡。你等我一下，对不起。你就是1947年来的那个哲学家殷海光啊。那如果我穿越到1947，去当你的夏君洛呢？我念一句，你念一句，好不好？1949年4月5日，希望在这黑夜，我能安静地梦着我徘徊在浓雾迷茫的深谷。我投一个石头在那深泽之中，这声音你会听见吗？好，欢迎朋友。我知道你会听得多么的清楚，我日夜呼唤你的名字。我的桂冠诗人。请问你为什么要做这一行？
对不起。我只想赚钱。对不起。你为什么要当快递？因为不用思考。嗯？你那么爱看书哎，而且又是哲学家的书，还带着哲学家到处乱跑。他跟你多久了？十年了。我国中的时候，看了《道奴役之路》，卡卡翻译的。卡卡写了那么多情书，《道奴役之路》是指被爱情奴役？不是，以前就我们被国家奴役，现在被财团奴役。你不要那么严肃好不好？我要去法国了。去玩？去了就不回来了。为什么？我的前任前男友说，谁年轻时在法国待过一年，他的这一生都将拥有无可比拟的幸福回忆。老娘一直比那贱男早一步到法国。有梦想是件很勇敢的事情。我的猫可以送你吗？卡卡可以借我一天吗？你会对他好吗？你说没有灵魂，就只是一团肉。那我现在只剩下一团肉吗？现在我最希望的就是有辆车把我一头撞死。你，我们都不要再被豢养了吧。说话，继续，拜托，请继续。有什么比真情和真理更值得我们追求的？我为什么爱你？在我没有与你长久相爱以前，我不知道如何回答。Aujourd'hui, hier, demain, janvier, février, mars, avril.